你只不過是買少三分一杯咖啡的價錢，你可以 support 一個人。咁我覺得，即係我都會宣揚呢一樣嘢，話俾好多人聽。其實嗰樣嘢係你只要做少少，我哋個行業就會好好多。看似好似冇乜關係，但其實當你製作一首歌嘅時候，唔係淨係個歌嘅本身咯，周邊嘅嘢都係有關聯嘅。佢你看似好似係免費，我周圍都聽到噶啦只歌 ，suppose， 但係其實佢背後係有好多嘢發生緊而完成咗呢一個作品。除咗個編曲啊、監製啊，或者即係嗰個歌本身嘅 production， 就有譬如我哋而家影嘅相啊，跟住可能身邊有好多你影張相都仲有衫喎，啲衫我自己揾嘅喎，咁你又好多周邊頭裝啊，剩剩所有嘅嘢其實。那些東西都是一個別人的付出，都是那個製作那首歌的成本，其實那些東西都要 count 在這件事上面。你只不過是買少三分一杯咖啡的價錢，你可以 support 一個人。我覺得，即我都會宣揚這件事告訴很多人聽，其實那件事是你只要做少少，我們的行業就會好很多，即每個人做少少，我們就已經可以好好了。好 body 超级天然钙晴轩歌手们，今晚11点 ，Viu TV。